今天要开箱《大黄蜂实际面具组》。玩这个之前，需要准备一只手机，先下载游戏。下载完了，我要打开看里面有什么喽。里面有一个面具，面具里面有一种很像VR 的，里面还有一些东西。这是头盔，这个可以让这个要让它先放在上面，然后让你头夹得比较紧，就让手机放在这里，然后夹着，然后就可以看了。做一个这手表，然后它就可以在里面看起来变成一个枪。然后这片 CD 是那个，这片 CD 很像以前人用的 CD。那个是 CD 哦。我觉得有点像，就是那无 CD 那放地上，然后就可以出现一些房子，然后一些战斗机，还有一些坏的，还有那个最强大的坏。我要放几个 CD， 一个在这，一个在我正前方。戴上手环，哇，好酷！把这个塞进去，塞好了。哇，我看看，Do you have a special stinger weapon? Yes, could you unlock your stinger cannon? It appears you're having trouble locating your armor with Decepticon. 有看到啊？有。后面一个东西啊！有打到吗？没有看到什么，有这条线。好玩吗？好玩。你又没用那个牌子，到底在打什么？